蒋万安台北市十二行政区456个里镜头头，今日特别来拜访大安区的通安、通化、林江、法治、古庄、龙泉这六个里，请各位乡亲多多指教。去避开，出门要平安无事，不要出意外。今天我们要去同安里探望走访，要快乐，不要意外。嚯！这里是文昌家具街的后段，还有那临江也是童话少女后段。家具街的生意和童话街的也是辛苦了，少女辛苦经营，大家努力。希望景色会更好更好，第一人终于小区办得很好，教育附近男人几元生意也可以，大家一起都很努力，都很努力努力生意。啊呜，临江街也是童话少女前段，还有文昌家具街前面那一段，这里来往人潮，城东上比较热闹，人潮多，生意很好。这里福德宫旁边通往公园，他们都是在附近都在动画里。临江里住上聚集中有基隆路站入圣堂，中国基督教堂临江公园都在不远距离。台北一区、大区、大安一区、小区，还有教职中区，在这发智的都在隔壁，还有发展公园，想起平安福气，健康美满如意，等待我们实现，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。努力。哇，创造台北更多福利，师范大学台湾一流学府培训，来培养老师，为了做一个的英才，还有故障公园成人休息运动，也有固定指导，在买日用方便上面种，所说都在故障里面。来的是大夜市，路边摊贩云集，逛街人潮层层，人到处都是附近，还有是的，那你笑着一种电视小吃，都是师大特色，也是庶民经济，都是在龙圈里，这里令人满意，这里令人满意。记得